对，终于直播了，都快等到是这个点都已经快11点了。戴眼镜很好看，得看分情况吧，分情况吧，有时候就一般，有时候就一般。对，我近视有500多，我近视还是比较高的，我近视还是蛮高的。我本来今天还想去弄下头发，后来发现啊，这个头发好像算了吧，就是就这样子也可以。远哥吗？远哥他在外边，他把我们一个朋友送回去。远哥他在外边呢，他要把我们一个朋友送回去。他这没播的时间一直在补作业，没必要吧？不必要吧，姐？没必要吧，姐妹们？没必要吧？嘴角吗？嘴角上火了，但他马上要好了，他应该马上就好了。这个嘴角，爱只有简单笔画，他越来越像他。戴眼镜还行吗？我可能戴眼镜得把那个，我可能戴眼镜得把那个美颜稍微开大点。平时戴眼镜多吗？不多吧，我平时一般直播我都不戴眼镜，然后我只有在就是可能上班的时候才会戴眼镜。疯狂补作业是吗？好看，谢谢谢谢。 I know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开学了吗？大家开学了没有？大家开学了没有？嘴角马上就好了，他应该还差一点点他就好了，他应该还差一点点他嘴角就好了。明天开学啊，都已经快三月份了才开学吗？现在还需要上课吗？现在都不用读书了吗？现在都不需要读书了是吗？延迟到三月份放假了，辽宁这边开学晚。No， 我不理解。我记得我们以前，可能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疫情啊什么的，就是我们以前在浙江，它只有台风啊怎么样的，它只有有台风的时候才会那个，就是，对，它只有有台风的时候才会放假，平时一般是不会放假的。啊，没关系，没关系，要睡的还是赶紧睡吧。虽然明天是周天哈，但是应该有些人也明天得忙，然后所以大家要睡的还是明天赶紧睡，先睡觉吧。爱只有简单笔画，他越来越像他。广州应该还是蛮严谨的。蓝牙连接成功。啊，我们来听一首我最近一直在哼的一首歌，叫做《爱不单行》。我来听一下这首歌。我最近一直在看那个，就是佛，就是一个叫一个老师的讲座，叫王德峰啊。我最近一直在看他的讲座，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哎，我手机怎么卡了？罗志祥的歌吗？啊，他好像有那个，哦，他有那个版本。对，大家可以点一个灯牌。远哥他在那个，远哥他在上，不，远哥他在那个外边呢，然后我在家呢。对，罗志祥原唱。那我们就听翻唱吧，虽然说我倒不是很介意这个事情，但是就可能还是这样子比较安全。一个人过生活，爱只有简单笔画。我又在电影院看直播了。很安定
变化。我爱过几个人，也被我这两天不是有人问我吗？他说你要去整牙吗？然后我就说我需要整吗？然后他说你可能需要整，因为他说我有点龅牙，他说我有点龅牙，让我要不要去整牙？然后我就觉得就我当时真的信了，因为我这个侧边看我这个牙有点龅，你看着一点点就不是龅吧，就是它有点往外凸。对啊，不严重的，我觉得他就是想骗我的钱，他就是想骗我的钱，然后让我去那个整牙。害怕，爱只有简单笔画。对，都是为了赚钱。我当初真的想过我要不要去打个什么针。我当初真的有想过我要不要去打个什么针，后来就没有去。这嘎嘎好看，会不会直播有录屏？有的，在那个 B 站，在那个某站里有那个录屏，大家可以去那个里面看。然后大家可以应该是每天都有哈，就是大家输入那个日期就能看。超话也有，是的。就我自己看我的那个直播录屏，我觉得还蛮搞笑的。我觉得还蛮搞笑的。没事没事，直播每天都有，姐妹们，我们每天都有直播，我们错过的就是直播每天都有，但是就是不用太担心。远哥他不在，远哥他在外边，远哥他在外边呢。算，我们今天就当一个治愈主播吧，我们就看看谁来连我们就接一下，我们就不去连别人了。唱首歌吧。听什么呀？听什么？不是自由职业的，不是的，还有工作。渴死。今天能不能当一个颜值主播？今天可以当个颜值主播吗？了太多的傻事，一遇见就是为你写诗。水星记，你做不可能的事。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解释，有没有那种就是那个 RNB 的，有没有那种 RNB？我忘了说。永不失联的爱，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感觉都唱不起来了，这首歌可难唱了。这歌有点难唱，但可以试一下。亲爱的，你躲在哪里发呆？
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像旁人不允许我们的怪。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何苦残忍逼我把手轻轻放开，请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稍微有一点点高，稍微有一点点高。咱们笑着唱，让大家感受到这首歌的温暖。走过陪你看流星的天台，熬过失去你漫长的等待，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我猜你一定也会想念我，也怕我失落在茫茫人海。没关系，只要你看我回头望，会发现我一直都在。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你的每条讯息都是心跳节拍，每秒都想拥你入怀，全世界你最可爱。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就算你的呼吸远在千山之外，请你相信我给的爱值得你爱。还行吗？还行吗？还可以吗？还可以吗？还可以吗？姐妹们，还行吗？走。爱只是简单的欢。远哥正在送别人，他应该待会儿就回来了。他应该还有，我预测应该是10:30的样子吧。十一点半，对，不好意思，是十一点半。我最近一直在看那个，我最近一直在看那个王德峰的那个，
王德峰的讲座，他是一个复旦大学的教授啊，然后他有一句话他讲的还是蛮对的，如果说你现在就是遇到了困难，有那句话我忘了叫什么了，就是任何一个事情，任何一个人，当你走到一个最辉煌的时候，那它一定会跌落。当你在跌落，在你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开始变好，叫反盗洞什么那句名言谁知道，谁能告诉我忘了。如果你现在生活很糟，但就是说明你怎么做它都是会变好的，对，触底反弹嘛。不是触底反弹，叫反什么动的，叫什么反什么动的，他解释的很透彻，大家可以去某站上看那个叫王德峰的讲座，就搜索王德峰，看点第一个应该就是他的讲座。他一共有50多节课，我已经看到了第8节吧，我觉得他讲的都很对，他讲的都很对。对，反者道之动 ，yes， 叫反者道之动。对，对人也是一样的，对人也是，如果你对那件事情已经极度的反感，极度的，怎么回事啊？这个破歌。反者道之动，反者道之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讲课吧。其实就是他的那种，他的一些语术是描述心灵上那种东西，就是你可能理解了，但是你表达不出来。但在他的课里，他就能给你很清楚的表达出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说你大家去看一下就都懂了，都通了。五十问有啊，50问在那个王德峰 hello 慧慧 hello 慧慧，你们今天是什么特殊的纪念日吗？不是啊，今天是我们的第638天纪念日，真的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哇，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一辈子就只有一个638。哇塞，真的是很特殊，很特殊。那真的，好吧，好特殊。行，咱们玩什么呀？玩。今天会你自己一个人吗？对，远哥他在外面有事儿，他晚点回来。哦，行，那我们今天就结束说吧。也可以，也是 OK 的，也是。对，还是浅浅的， okay. 还是一样浅浅的。好，可以，行。好的，那我闭麦。行，好，闭麦。行，那我们先。爱只有简单笔画，它比想象复杂。唱首歌先吧，唱什么呢？唱一首什么呢，姐妹们？我好像这种语气出来就会变得好像就是很搞笑。目前没有，五十万目前没有。简单的歌，对，我们因为小破站它得跟特别更新特别麻烦，叫远哥出食谱，这个可能跟吃什么有点关系，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靠基因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最重要的应该是靠基因吧。爱拼才会赢。No 水星记没有版权，这首歌它没有版权的伴奏。老街啊，
也行吧，给浅唱一下吧，浅唱一下吧，浅唱一下老街吧。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像味烙印，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院，流浪猫睡住在遥望秋千，夕阳照了一遍，它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小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中球了姐妹们。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逝的光阴，手里的那一张渐渐模糊不清的车票，成了回忆的信号，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起当年模样，看也看不到，去也去不了的地方，也许那老街的腔调是属于我的忧伤，嘴角那点微笑越来越灭，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放不下熟悉的片段，回头望一眼已经很多年的时间，姐妹们中球了，还有十秒，还有十秒，我们守塔了，姐妹，我们守塔了，我们守塔了，呀耶，哇塞，是 Kiki 的云端告白，可以可以，谢谢敏赫，谢谢开心姐，谢谢 Kiki 和 YS， 谢谢黄毛丁啊，谢谢 Cherry 和顾滋滋，还有 Kimmy， 还有玻璃心啊，谢谢敏敏，谢谢大家的众筹，谢谢。咱今天对啊，已经11:15来了，就跳舞吧，你记得啊？就回可以跳有比较拿手的舞，有拿手的舞知道 ？It's OK。真的吗？对 ，It's OK， 可以跳个 It's OK 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跳个前跳一个舞蹈。忘不掉，等一下啊 ，Yes， 哎，等一下，死机了，等一下，没事没事没事，我有那个设备，我找一下，我也可以给你放，叫什么来着？这个，等一下，等一下。我可以给你放，我有这个。主要是我不会跳啊，我得看着那个视频啊。懂了，靠，死机了。那就换一个吧。嗯，对，有比较会的舞蹈吗？会哪个都行。我说实话，我舞蹈没有会的，就是你就是一定要跳舞的话也可以，就是你们放个音乐怎么样的也都可以。啊。那就唱，那表演一个啥才艺都行，表演个才艺吧，才艺唱个唱小苹果，唱小苹果吧，小苹果是吗？好，等一下，等一下，我让他重新开机了，你稍等，等一下，无所谓，咱们说徒手劈西瓜，等一下，我不知道行不行，好，我等一下练，唱个小苹果是吗？对，嗯，行，接成功。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急，别急，不要着急。小苹果，小苹果，现在 iPhone X 都已经这么那个了吗？哎，我字都打不了。
啊，你跟着那个小苹果的节奏读小苹果台词吧，不要唱出来，要读。好，我卡点。OK OK。对，不要唱出来。我种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拽下月亮送给你，让太阳每天为你升起，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我把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虽短，爱你永远不离不弃。你这样是在高考宣誓，百日誓师。怎么爱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你是可以，可以，很好，很好，不是有特别好，有一种就是什么有节奏感，很有节奏感。感受到这个小苹果是一个很有活力的歌，歌词很烫嘴，有歌词很烫嘴。我有一种就是感觉这个人好像干什么什么不行了那种感觉，是怎么？行行行，今天正好是高考前一百天，是吗？像高考百日誓师，今天要高考。哇塞！啊，对，今天是百日誓师，百日誓师。嗯，行，加油，那辛苦。我走，好，拜拜。我们要下播了。胡辉辛苦了，拜拜。胡辉辛苦了，拜拜，拜拜，拜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会怎么弄？滤镜开大了吧？唱歌了，姐妹们，姐妹们，我们唱歌了，姐妹们。哎啊，很模糊的话。很模糊的话，大家点一下，这边有个三个点，然后点那个，这三个点点那啥呀？点那个，点个三个点，然后点那个清晰度调成那个蓝光，它就清楚了。百日誓师，大眠没听过。我最近一直有点被有一首神曲洗脑，什么星光闪耀光影。落入你的眼睛，哒哒哒哒哒哒。那首是什么歌？那首叫什么歌？那首叫什么？谁能告诉我那首叫什么歌？不是，没有人知道吗？从前说，那首歌没有人知道吗？星空剪映吗？可能是。啊，不是不是不是，就再给大家哼一遍。哒哒闪耀光影落入你的眼睛，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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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OK OK， 那 OK， 知道吗？知道什么歌吗？满天星辰不如你，我听一下，我就是今天第一次听这首歌。哦，对，就这首歌，它其实编曲挺好的，这首歌。就他的编曲是可以，但他这个伴奏做的他不好听。决定了，我要练这首歌，我要决定练一下这首歌。嗨 ，Hello， 宝贝 ，Hello，Hello，Hello， 怎么了？怎么了？太想你了，太想你了。谢谢。好吧，好吧，
今天怎么远哥不在呢？远哥他在外边，然后他应该过一会儿就回来，应该快回来。好，那我们就浅打一下。行行，那你要怎么玩？结束怎么结束说吗？还是现在定？结束说吧。好，好，好，好。那我们先闭麦啦。啊。我把他吓。再来听一遍这首歌，还是蛮好听的。但这首歌就不适合男生唱，是真的。这首歌不太适合男生唱。心碎光影落入你的眼睛，把浪漫翻译，爱是种魔法给我。他这个词写的也真的是很一般。算了，我又说喜欢听这首歌，然后又在那边说这首歌不好。算了，不要精分了，不可以精分。好了，我们众筹了，众筹了，姐妹们，众筹了，众筹了，众筹了，姐妹们，我们众筹了。我们众筹了，姐妹们，我们浅筹下吧，浅筹下吧，谢谢小猪的纸鹤，谢谢小猪。我们不行吧？我们就一段时间没有 PK， 我觉得我们成亲应该是打得过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成亲应该是打得过的。再听明明，这是我要学的那首歌里面的一首吗？他不叫明明和够钟是吗？丹妮姐那个歌是真的很难学，真的很难学。我们众筹了，姐妹们，我们众筹了，我们现在是一个二十。对，我们现在是一个二十秒，在我们等加成吧，我们等加成吧，我们还有十秒的加成。开加成了，开加成了，谢谢开心的为你绽放，谢谢开心，我们开加成了，谢谢丹妮姐的真的爱你，谢谢丹妮姐，谢谢图米姐的礼花筒，1.5倍的加成哦，1.5倍。1.5倍的加成。对，远哥他在外面。谢谢黑秀和魂姐的比心兔兔，谢谢开心的头盔啊，还有玻璃心的为你绽放。30秒的加成。Don't know, don't let me go。 谢谢 Cherry 的为你绽放，谢谢 Cherry。Gotta let me go。 哦，谢谢竹木姐的飞机，谢谢竹木姐的私人飞机，直升飞机，谢谢玻璃心的极速头盔。哒哒哒哒哒哒哒，谢谢开心姐的极速头，哎，开心姐的29级了，我来。哒哒哒哒哒哒哒。Let it go。 哎，我也很喜欢这个，我也很喜欢这个歌手。他是个哪的歌手？他不是那个，他不是那几个那个国家，他是哪的？瑞典好像，我看一下啊。哦，加拿大，对，加拿大，加拿大，没错，没错，加拿大。我最喜欢听他的不是这一首，我最喜欢听他的是那个。这首洪水的 Food， 10秒钟啊，10秒钟，前手一波，姐妹们守塔了，前手塔守塔了。好吧，没有被偷。惩罚是什么呢？惩罚是他的无动于衷，谢谢各位宝贝们的无动于衷，谢谢。你们就唱一首歌吧。我希望我们今天唯一的愿望就是赢一百。
你们就谢谢大家，谢谢烟花巷，谢谢老丹，谢谢财不透你，谢谢宝贝们，谢谢大家。Hello Hello， 就唱首歌吧。想你想听什么？巴啦啦小魔仙，我听听你最拿手的那个。好，来来来，巴啦小魔仙送给我们的，送给我们的，嗯，你，笑什么？家人们，快救我！谁唱的比较？家人们，送给我们的，送给我们的。灰灰，嗯，送给我们的灰灰。就这样吧，就是每唱每个人是唱两句，然后唱到副歌的时候一起唱。每个人唱两句。好，这一首《巴啦小魔仙》送给我们的灰灰。好，可以，就记了个音，不记。特别棒，特别棒，特别好。笑什么？红糖。一人，我传说有个魔仙包，你有个女王不得了哈、啊！准备开始，魔仙包。等一下，你要找什么版本？全唱啊，唱整首，唱整首。哎，你这不是稍微的，嘴巴上他在。开始吧。嗯。跳过前奏，花里胡哨。传说有个魔仙包，有个女王不得了，每个魔仙都她知道，世界更美好，变大变小真的奇妙，一个咒语一个符号，一不小心就会一团糟。就约定在一起，寻找魔法的秘密。一看到巧克力，特别是草莓的，我知道我无能为力。哥，一起、啊，啦啦啦，小魔仙，终于一呼喊，就展开正义的一战。啦啦啦，小魔仙，终于一呼喊，就展开神秘的魔仙。可以了，可以了。有了有爱力量，我的法力变强。可以了，啊、可以了、啊，可以了，特别好，特别好。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参。这是我的成名曲，你今天有幸欣赏到了。我就今天可以去参加快乐女生。我要去参加那个山东的《我是大明星》。可以。我还是去参加浙江的《中国好声音》好，可以开一个百姓大舞台，可以可以可以，有病就来，有病就来，百姓大舞台，有病就来。好啦，那我们走啦，走啦，拜拜，拜拜，拜拜。他们说唱，唱得很好，真的唱得很好，我真的唱得很好。谢谢大家众筹，姐妹们，我们赢了。姐妹们，我们赢了。唱一首歌吧，唱一首《一生所爱》吧。因为我突然就是这个有嘛，因为这首歌离我最近。
才死个难逃避命运身出竟不该接近我未应该生死是缘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生所爱》，谢谢敏赫的烟花，谢谢，拜拜，祝大家晚安，谢谢丹妮姐的烟花，拜拜，谢谢开心的礼花筒。